现场和我们对话中国智库和工传媒特别呢举办一个活动，欢迎第八次思政啊访问美国，访问华盛顿。那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大家都很熟的朋友哈，来自这个中国大陆的，来自台湾的，来自香港的哈，来共同表达对西藏的思政的这种欢迎啊。那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思政大概7点就要离开，所以我们就抓紧时间哈，我们先请思政给大家讲几句话。7:30呢，我还有另外一个会议，所以7点呢，我要离开。刚从落地又真的埃及鸡蛋，我就去工厂上去，我希望忙起来几个地方呢，我是不是大队？俺的团聚一面到年，我就叫兄弟回去。那么除了王瑞琪女士之外，差不多在座的各位都是已经都是老朋友了。以前在担任北美的办事处的代表的时候，已经认识了很多了。但是但这里就对我的就是那一天吃的有的一另外工作室吃的有的在工作室有的还有距离就对我的广东人有的因为俺天就是这样不交代的有的是。那么以前呢代表办事处的华人联络员是贡嘎扎西，现在是是我财政加速，以后贡嘎扎西有可能会来到 GC 的办公室代表 办公室呢担任这个藏人联络员的工作，所以你们再会见到顾老师了。北边那种巨人应该是你们上藏人，那你这里北边那种过来呀，没些什么确实。那么当然，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都知道西藏的政治的事情，所以这次呢，我不会讲那么多关于西藏的问题。那这几座南路的都是满足人的什么？甚至于他们我这到到去嘛，去了这有包的，你们就这个住工我去的什么了？可以呢，刚才谁给谁给切切，当年切给那个主要的是。那么我们的社会里面也有的时候是有冲突的，因为我们的行政中央的社会是一个民主制度的社会，所以呢冲突是有，但是整体的行政方面呢，我们都是以合一的一个方式在进行着。在这里帮助团员呢，我们也去农民外当，这就他的呀。因为叫我们这个土里往捐过来，俺最热我查了的，一年在看是农路的呀，收集土里外的，咱心里得是刚刚下的多些。那么在华人的民主，俺从老卡带的到全部搞起，让俺心里多些。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要面对的敌人是有多么强大，应该大家也是知道的。南昌路如果嘛，父母都为呢，你越南这个的，越南这个估计就是那些在那里当年也是靠不起来多少。如果我们不能和睦共处，共同一起来面对的话，就是面对这个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应该是很难的，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的。然后就可能会继续有没听不住他下去上路听不起我开心不多少，所以我们应该放下这些小的事情，为了我们共同的目的应该共同的去争取。那就这全部兄弟他说有不然呢那些兄弟做他们的他确实有这全部兄弟做这个
그대교가너무기념을했어요那么现在世界上的政界的变化也是非常强大的，尤其是在乌克兰的这些变化也是非常的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아무래도지난주시는때종교기도와하시는어디야시야당신주최고야당다고야당네고고거리여와대도당진최고야등은대강차로도시那么在现在的中国政府的政界的后来几个月的发展如何，这是我们应该要非常关心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这政界的国国级中央人呢，马上就统计起退，那就包括咱们这边的幺零幺嘛，这些那就什么事情都差不多。那么从这样的一些改变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机会。那么这些机会我们能不能怎么说，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这也是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今年七月的你克拉塞就是有一天自己写着自己的写着的你给钱的你给他能录那当时看什么习近平给他告诉我给你看他去七月的那天突然间看什么的我给不到鱼就是配音的事情。那么我也听到在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时候在华人的民主界里面有一些冲突，这是我听到的。那么就不过就是呗，在民进党组看到那民进党组这边的，那个一些差的有的点什么，他这个地点地嘛的，性取向嘛的。那么大家都是已经变有些人是已经变成美国的美国人了，所以我也不能在这里说你们该做什么好，你们在应该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刚刚说，特别我呢，可对呢，这个可能是哪地域呢？确实，那么太高主义些，就确实说，那就是在区域嘛的事。那么对于我们藏人来说的话，不管在哪个国家，我们在住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的进入当地的政局里面。第一就是什么呀？技术托嘛托，还有我们的什么的，所以讲究起来托为呢，国家级托为呢，第二学为呢，第二什么嘛都基础级的土为多些呢。哎，顺利为呢，我们可对呢，许多其实越不多些，差的嘞，我们没看见几个，没看见几条，学起来虽然开窍嘛的。那么你在一个在中间的一个立场站的话。有的时候谁赢了选举，这也不会有对于自己对于我们的话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因为你是中立的。那公开表情啊，可能都选起来是对的。非常抱歉，因为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所以希望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就没去呢，他叫我他们下过来当，但你问他没去过，地方在哪呢？那么我希望呢，以后我们跟一起共同相处，共同来工作，谢谢。你可能交通系统的不是妥当，那他就有事。那么最后我想跟各位说，尊者达赖喇嘛现在呢身体非常好。那么尊者达赖喇嘛现在已经到了86岁，就是人老的膝盖有点问题。他家人喇嘛都几个七千多的，今天工作的在印度。那么目前的话，尊者达赖喇嘛除了在印度走来走去，但是对国外来的机会是目前是没有的。假如这退休的这么久送过来，时间加了呀，他这个钱得，那你卡了也不省，交的呢，那得你是人家得，这个月薪可能不是。那么有的时候，尊者达赖喇嘛开玩笑的跟咱们说，我想在达兰萨拉印度地区呢，很舒服的在那边待着的话，可以更长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待着，做更多的事情。年代其实多的呀，七十年代的，我们的年代，我们差不多，老东西，广播系统，现在其实，他们这边不意思。
在我执政的时候呢，我的意愿是遵循达赖喇嘛遵旨讲的这些遵旨达赖喇嘛教导的这些事情，而且为了人民呢，我会所以从政治的方面也讲，对于看人民的方面也讲，反正最重要的是看尊者达赖喇嘛的教诲，实行尊者达赖喇嘛的想法。谢谢。非常关切现在西藏的这个局势哈，那么前不久这个29岁的歌手裴若罗布过世，我们都非常的痛心。那你谈到那个爹呀，爹呀，杨奶奶，毛主席这个音乐，前年那爹呀，公司兄弟呀，这个是谁认识？那你也谈过爹了呀？云南准备那组的谢伟斌，那昨晚那个罗女士那边，选举这个就是人民民主党的第一个呀。当时给闽南老人民的地里啊，什么就全部领导的呀，都是年纪轻的。这个藏人这么多年的这种坚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楷模。他们别的去没对一些谈的不多，他最近这些的，比那是别的人民那个，比那是你不能过来这里啊，年纪轻的。那么说第二句话就是说，中国的形势现在变化的是非常快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江南那个是就有一些的，那江南那个居住的那边。就是全部是住个月，甚至一个月。你讲那的九万元当地的，九万元永远两个月的。我个人判断，我个人判断，如果习近平连任第三任，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事情。那俺来都是同样的，三不当当前人民呢。习近平的各部门都是连任人民呢，讲那的那对全部都有责任的。那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希望不管是中国大陆的西藏的维吾尔族的朋友，还是台湾、香港，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对话，来准备应共同应对未来发生的事情。嗯，那年初的，那马拉年的呀，我做第一下研究，台湾人民的、外国人民的、香港的，你们都讲的呀，勇气，那
您对讲的你会对应对应些哪个情况要提前部署些？所以我们的智库就叫对话中国，就是针对中国的问题，希望能够广泛展开对话，也包括跟三十六汪政府，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对话。那满足于初步的一个名单，你像那个全面落实都写到写了，但是真正的满足于两个边的比较初步落通过的，你们都是全面的干的，哪个时间？你第一案的也都是得进行约束。第三句话就是2019年，本来在慈龙先生的帮助下，哈，您都订好机票和旅馆，准备去给尊者达赖喇嘛庆寿，结果因为疫情耽搁。啊，你就是说不得需要的呀，你年终举报的呀，你最近真的，价格主要这个他仓库绝品是你能举报些原因，主要这个仓库原因的，你哪次都不相信，琢磨都不下手是。就我个人很希望明年或者后年能够有机会去再次拜访啊达赖喇嘛，希望那时候能跟慈龙先生。再次见面。我们有没有那几万教室里啊，他们是在把读书让去那尽量去读书啊，给你是吧？也是。希望司令先生那时候可以请客。一个不一样，俺的年龄姐姐，你全部去了，你去了去啥？看到他们去啥 ？Thank you。讲话时候我那么推脱，如果你想变胖的话，我们可以。我不太想的。哈哈哈哈哈。数据最近搞不太怎么样？我问你。如果能来的话，三月十号，看报人来的话更好。我再跟慈龙先生，我们再具体讨论。Okay. We will discuss later. OK， 那么下面请中国大陆来的朋友陈光诚先生代表致辞。陈光诚。好，那各位朋友好，首先呢，要欢迎这个白马森林。司政先生访问美国，那个刚才呢，司政先生谈到这个分歧，其实是，他也举了很多不同人群的例子。其实我个人对此的看法是，这种分歧在民主制度下，恰恰被用来监督制衡，使得社会的这种公正保持在一个相对平衡，而且一个动态的。差不多是最高的政治水平上。你再说一遍，这个有点。好，我的意思是，就是说刚才司政先生谈到了不同人群之间都存在这个认识和分歧，观点不同。我的意思是，慢慢啊，你习近平说的是那，民主文明呢也准备搞的啊，民意三木的这那个蛮照顾的，有民的去送书是。那么。民主制度恰恰是把有人的地方就有的这种分歧很好的运用了起来，起到了监督制衡的作用。那你满足的主张呢？也需要海外的那些民盲规矩，那上面嘛这样一个的，更多的东西共用些，你别的也达到这些，你也需要也东西运用的，你这下的一个类似。对，在这种监督制衡的制度下呢，所有的这个阴暗都会被暴露出来，无处藏身，所以看起来好像有分歧，但最终会把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提高到一个最高的水平上，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是一个最高的水平上。你第一遍告诉你啊，他甚至专门的那个读的亚生活亚公园遍告诉你啊，忙不起个读卡里遍通读亚的，忙不起卡里亚个地通读亚的。但那句什么假设假这个情况是都有吗这有不有吗这是。在这种制度下就是很难产生这个这种独裁或者说甚至是这种超出正常范围内的这种权威。嗯你听着这个你让我的呀你的你这个可能不是登新鞋啊是有你觉得。这永远这个没有走下的原因。所以我记得在捷克和达赖喇嘛尊者同台演讲的时候，达赖喇嘛开了一个玩笑说，民主制度下，什么样的官员都有可能被罢免啊，所以我早早退休了。他开了一个玩笑，其实说明很大的问题。你捷克报的有没有隔壁啊？你讲过了不？捷克隔壁啊？你最近读些些书是？接受性空间问题，你再说一下这个。达赖喇嘛意思就是说，这个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你当官时间太长了，不放开权力，你有可能被罢免。你满足这个自我，像我这么几个宋元，满足这个自我，就是呀，你
根本这个忘记这别的有人问这年代人家经常不变的又要给年个有的所以他说我早早的退休了前三年那边就是等于许民什么意思对所以呢我就想好最后我想说台湾是亚洲民主的典范像这个当然现在你看我们这个斗争民主选举这个行政中央的这个制度也是一样实际上这个都是戳穿了中共他的谎言其实民主制度只不过是西方先有的进步制度而不是西方的制度你他的盲族与制度那里那台湾这边的美国大国下的有的是那别给人民制度给盲族给那当地的盲族民主大国下的有的是对刚才司政先生谈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矛盾啊，乌克兰也好中国中共自身的问题也好美国的民主问题也好其实说白了这是一个多事之秋多事之秋就是非常多事情的一个时间一个你乱世你不能给那一个年龄你爷那对马步西是因为些想决定你怎么能拿约约那句马步那给他马步西对的两句对也还是写的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说叫曲变通久那么我觉得现在就到了一个变革的前夜各种各样的变化都会纷至沓来那么怎么去把握这个世界的脉搏需要我们携起手来求大同存小异把中国再解决两个字第一破彻底破除共产专制制度在中国的肆虐立建立起民主制度让我们各民族都能够这个很好的生活在一起然后呢把民主制度充分的发挥它的优越性让社会制度把整个社会公平正义推到最高你看的那当地的主要是毛不是做的有的是你做的呀还是我们上面当过的人参谋的呀对吧都要其实讲那马氏兄弟多不的是你多少的债是讲那讲那那家盲嘴去租金租土些不就是你底下平平参谋的家对吧特别那当地不是的是对那最后呢请这个司政先生和我们一起努力早日把共产专制扫进历史的灰烬我们共享民主成果你的他们的家是用学习的家那老师你们多的家聊些些讲那马学兄弟多些你盲嘴给相当起说对啊，也差不多是，像你们这几天聊起俄罗斯，中共迫害的不只是少数民族，对汉人，对任何他认为影响到他专制政权的人，迫害起来都不手软，所以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必须携手面对。你讲那嘛是兄弟，你承认你的错的呀，你不讲那嘛的，给力一点的，你不讲那，反正可能忘记了呀。내부견해레산바슈월이야창원도내부견해인제시하듯이여기최상위상위님도가야예를야이동인체월에서美国的正义力量正在成长我们保持信心谢谢한번더한번더한번더이게한번더이게这个报税也是我先等一下报税刚才我们这丢掉了一个程序我给忘记了我这个主持人的经验太丰富了算老犯错误我们就是刚才我介绍了来的我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方面的朋友哈也请你介绍一下就是西藏这边来的朋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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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跟社政一起从达兰萨拉，我们达兰萨拉藏行政中央来了很多官员。第一位我想给大家介绍刘谢先生，藏行政中央的发言人。好，你就也能上了。我在看他的职位，对不起，罗尚先生是藏人行政中央财务部的项目主任。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和新闻部和新闻部的联合国欧盟和人权处的处长。
年轻人，年轻人，对对对，年轻学生的。那么年轻学生呢，是社政编巴社政阁下的私人助手。当然，我们代表今天来的，代表南街区区，大家也已经见完了，对。同时呢，我们这边代表办事处的很多官员也来的，代表办事处的秘书长张旭同志先生，代表办事处的藏人联络员边静娜王女士，你们在后面是我们代表办事处的财务部长。那我们下一位请苏小康先生。苏小康，我这是第三次见施政权啊。2011年我从美国飞到达拉萨，飞到印度，然后坐长途汽车，坐火车那次到达拉萨去拜访，去朝拜达拉的尊者。那一次我见了很多行政中央官员，其中那个时候您是议长，是吧？你是边巴议长。谢谢。上来一段。对对对。你常规的也需要点工人，因为特定节日天空说不下的，有东就记录的呀，那不可能上来的呀。你反正就一路举起准备的，一个比较全面举措的。估计某个事情是不是？你那那那公司用钱来做的，你到底要那公司用多少个操作的钱？第二次就到了2017年，那个时候是边巴代表，您是行政中央驻美国的代表啊。我们原来你接了第一个就是你年终决定了，你也是。那第一个比较工人的也强而力的步骤比起来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边巴先生是，西藏流亡行政中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家。那你也他都还是那边一个几个月时间，那我们边巴这边也比你那平民居住的那年，你七十几年的，给他持续下的原来是。我们现在的流亡在海外的中国人啊，因为六四屠杀流亡到海外来的中国人。跟现在流亡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两个流亡群体。你刚才我的主席曾经从前去给了主角用过的，你原本呢你讲的也都是主角用过的，你主角的也用过证据给你做没有你的恰的有的是。我们这个在海外的这个汉人的这个流亡群体呢，非常羡慕在达兰萨拉的藏人，因为你们有一位达赖喇嘛尊者，他不仅是一位国际精神领袖，他也是一个国际的大政治家。你满足的七六年个人的七六月份给了一个满足的用的给你达兰萨拉月份平民居住的被遗忘出有的是还解决的比们的这样说的江国人去有的是江国人不去恰恰比你们怎么领导也下边学者的那我具体的情况嘛是你确实你刚才没能给持续下的有的是我已经流亡了30年，30年在海外，我看到了海外这批流亡者的种种，说起来很伤心，直到今天我们一事无成。嗯，俺的七六也追究人家老孙子老孙子，俺老孙子的呢也追究人家下边每一个其他的这些芒果系统说是，俺谈的不多，这个其他的电影的三米休息高度，还是那个那个做的主下边正在解决问题。这里呢，肯定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施政先生提到的，光成也提了，就是一个叫做能不能团结。其实2011年我到达拉萨拉拜见达赖喇嘛尊者时，他跟我当时跟我一块去的还有另外一个叫胡平，跟我们就讲了这个问题，你们要团结。你的今天的海外的兵兵，那你就从那期间的呀，恰的有的是，你海外的你天气有没的恰的有的是，你年冬出去了的呀，那
家家子也准备隔壁，经过那么些，家家准备隔壁，也经过那么些，俺这你们都是和平的，就是，你隔壁也经过那么些个，就地松树是，天然树的，天然些个东西松树是。好，最后说一个愿望吧，也许我们可不可以建立起一种机制，就是说我们这些汉人的流亡群体可以去向藏人的流亡群体去学习。嗯。근데나중에진짜시제안면서탐탐하게야를와주셔야돼서아주진짜시제안면서나중에대야연결이연결이제다람사다신지다람사다이아니만족이직주다튕기다뒤외에예를양독정신은진짜야오면좋으시야帮帮助我们能够团结是吧能够更好的当大的机会大的变局来说刚刚诸位都讲到如果有大的变局来我们这群流亡汉人还照样不能把中国接盘接下来，这个机会就没有了。这反正今天前面举起那简单呢，也就就是全部军队各位呀，满足点越想有的，满足点有的，这个哪怕特别是人民币，那满足这前途无穷，我觉得你人民币两百块钱，全部都不能你给给前途买的。OK， 谢谢。谢谢。下面有请来自香港的梁颂恒先生。政府大家好，我是从香港来的梁颂恒，前立法会的议员。在此首先欢迎市政当选后第一次访问美国，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机会能够跟藏人行政中央能够多做交流。特别是在流亡政府的运作下面，我相信市政一定有很多建议可以给香港人。那我的华语说的不太好，我会捐去英文继续。Presence hear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s for having me for seeing a few words here. This is my honor. As a former legislator, firstly, I want to welcome President to visit Washington D.C. here.We can see that how CCP destroyed Tibet. We can see how CCP destroyed Hong Kong. Former Pearl of Orange to a city of pain and fear. And from the repression of Tibet, Hong Kong, to Uyghur genocide, to supporting the invasion to Ukraine by Russia. This all shows that China expansionist and coercive behavior.Is not only a problem for Hong Kong, not just for Asia, but also a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CCP is a threat to the world. And this is time for us to make a stop. One thing we all know that is that you can only stop tyranny from doing bad things if they need to bear their cause. Hold them accountable before it is too late.And that's no bad way to send a strong message against China and its repression by hitting where it hurts, finance. If we can squeeze CCP cash flow, that will create a better opportunity for us to at least force China back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or to the white track. I know.Friends, a lot of you are working with different Congress offices to this administration, to different government branch here. And maybe it is time for us to push for an ethical investment legislation. And to choose by squeezing the cash flow, by shutting down the ATM, to create a better chance for us to avoid the tragedies happening again.And I would like to call my friend Sam Cheung to conclude my remarks here. Sam is the father of a newborn baby and also a political prisoner in Hong Kong, who is now in jail in Hong Kong and facing a maximum lifelong prison simply because he participated in the primary election in Hong Kong. He said, let Hong Kong's belief become your faith.Hong Kong was a place where all kinds of ideology exist. We have progressive and conservativ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may differ in the values that we commit ourselves to. But the fundamental belief that exists in all of our heart is that Hong Kong should be a city. Tibet should be a place. China should be a country that we can have freedom to practice any and all ideology without fear. And for this, we shall fight till the end. Thank you. 下面请我们一位老朋友和一个夏提先生。To save our time, I wrote one, so make it simple, easy.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my friend, Xipiang Papa Seri. Welcome, everyone. Thank you, the organizer, Mr. Wang Dan, Miss Anna.Freedom is never dear at any price. It is the breeze of life. With this beautiful quote by Mahatma Gandhi, I start my speech. I'm a freedom fighter, and most of our guests and the hosts, they are all freedom fighters too. I'm honored to be part of this event with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friends together. In this country,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all have the freedom to demonstrate, to speak, and to do whatever we want.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not the same where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East Turkestan, in Tibet, in China, ruled by the communist Chinese tyranny. As we all know that under the communist Chinese rule, people are not allowed to do anything according to their wishes.There are people all over the East Turkestan, Tibet, China, in every day must struggle for life, endure the inhuman hardship and the suffering, even facing the death because of the genocide policy, the torture in jail, the arbitrary cruel confinement in detention center, harsh COVID lockdown under the communist Chinese rule, the land of Uyghur, Tibetan, and the Chinese already became.Hell. We need a smart and ingenious fight to save our people. In this regard, the Tibetan friends showed us a good example, which is to modulate their freedom movement and democracy in openness, which scar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s why they shut down the dialogue with the Tibetan government. For us to learn and practice the democracy in everyday life,In each organization, we need to follow suit.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exactly did that. We had a free, open election in last year's Congress General Assembly and successfully elected our new leadership. I hope our Chinese dissident society also can follow suit to show to the communist China that we all can practice the democracy in real life.And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ropaganda, eventually defeat the Chinese totalitarian rule. We are already fighting together. We have coordinated in demonstration, in meeting like this, and in other forms of democracy movement. But this is not enough. We need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Our enemy, the communist China, is very big and strong.Xi Jinping has Chinese economy, military, and other power to spend as his will. We don't have the power. Xi has. But we have the bravest people who is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ir lives for freedom, for the human dignity. We have the truth, and we have the faith in humanity, which are the most powerful to fight with unjust totalitarian regime.The most important, we dare the values of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which guarantees each individual the freedom of speech, the freedom of press,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the life of breath for a civilized human being. We are obliged to come together without any reservation.Support each other without any hesitation. Fight together
without any doubt. Only then, our strength, our power will overcome the communist China and defeat the tyranny. We have difference because we grow up in different culture. We have disagreements because we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We have different ideology because we believe in different religion. But we are human beings. As human beings, we have the humanity to honor. We have the human common value to be achieved. We can come together if we respect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democracy, pursue the basic human values, and behold the human dignity. Let's come together. We will, Tibetan, Mongolian, Chinese, overcome all obstacles and fight to achieve our goal in freedom, independence, democracy for all who are suffering under the communist Chinese rule. Build a peaceful, prosperous future together. Thank you. 好，最后呢，我们请我们这次活动另外一个组织者和光传媒的负责人王瑞琴女士。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举行欢迎思政的仪式。我为了节省时间，我专门把讲话稿写成英文发下去，这样我就减轻思成先生的这个工作量。尊敬的边巴次仁思政，尊敬的藏人行政中央各位嘉宾，尊敬的华府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举办藏人行政中央欢迎晚酒会。此时此刻，心情非常激动。我本人在藏区安多地区长大，对那里有着深刻的感情。藏族人民的质朴和善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那里是我的故乡，我有很多藏族、回族、维吾尔族、萨拉族、蒙古族的朋友，我曾经呕心沥血的事业也在那个地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的同桌的一个同学，他是来自于康巴地区的青海玉树。我在中学时代，我就从他嘴里头知道了1958年的西藏大屠杀，1958年的藏族大起义，以及对所有各民族的藏族无差别的暴政。我的这个同学，他的舅舅当时曾经参与西藏的叛乱，那被关入监狱，没有音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西藏叛乱以及平叛的这个故事，这个词，在那个岁月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词一直闪烁恍惚，在神秘可怖的气氛当中可闻不可及。官方刻意回避这样的一件事情，即使我以后在青海民族大学教书，也仍然在讳莫如深的环境当中，官方刻意的封锁信息。那么在2015年，偶然的因素使我开始对1958年青藏地区的藏族大起义，尤其是在评判名义之下对藏族的无差别的屠杀开展了调查。那么我们去了这个大屠杀的现场，我感觉到对这种悲惨的这种民种族灭绝的屠杀，以及作为我们一个生活在当地的人，在自己身边发生的这么残暴的血腥的故事完全无知，我觉得很惭愧。中共的民族政策从来就没有平等和尊严和尊重，他们推行的所谓民主自治，其实质仍然是推行的汉化和殖民统治。他们所谓民主自治，用体制内的干部的话来讲，就是说少数民族当家，汉族做主。这实际上就是说他的这种自治是虚伪的，是虚假的。那么在这个全面推行的这个对少数民族的
文化和种族的灭绝当中，不仅是对藏族，也是涉及到其他的，包括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的灭绝。那么藏族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过着空前苦难的日子，中共这七十年的统治对藏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牺牲，寺院被毁，财产泯灭，人口损失，其中青海地区的官方数字，那么1963年政府的红头文件就是全省，那么人口损失10%，但是在同期的青海省制人口制，藏族人口失去20%，而这20%的人口都是些成年的英年男子。那么这个其中呢，我们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呢，就是除了藏族以外，那么蒙古族16%的人口损失，回族12%人口损失。所以这个就是说充分的说明了在这个共产暴政底下对各个民族的这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那么尤其在青海果洛和艺术地区，当地成年男子几乎都不被屠戮，就完全是一种种族灭绝，那么只有屠戮。这在当时呢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们的团队在研究过程当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震惊，就是身边这么残酷的血我们都不知道，所以非常作为汉族我觉得很羞愧。那么藏族人民的苦难可以说是所有的各民族当中付出最多的，伟大的民族必然产生伟大的领袖，尊者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藏族对中共暴政说不，掀起了全民族的反抗运动，惊天地泣鬼神，尊者把藏族带向了世界，领导藏族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思政阁下领导的民选政府是藏族人民唯一合法政府，中共的虚假自治傀儡政府再大的压力也不能影响，也不能改变境内藏族人民对尊者达赖喇嘛的尊敬和向往。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尊重各民族的愿望，实现民族自觉，依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和民主政治的核心。未来宪政民主是中国共同的目标，滴水成河，基业成裘，愿与诸君一起推动中国民主宪政埋头耕耘，只有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付出，我们才能达到共同的目标。在此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也是再一次感谢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以为在中共倒台以后，在有些在汉藏族的这藏族中央这机构对这个对我们整个汉族的民族借鉴至关重要，减少社会动荡。最后祝我们精诚团结，扬长避短，早日实现百年中国的民主梦。那么请允许我代表家乡，代表藏区，祝尊者达赖喇嘛身体健康，扎西德勒，祝思政，祝各位扎西德勒，也感谢各位嘉宾，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的欢迎会呢就到此。那么我们接下来呢